泰山，有点紧张。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， 我喝的烂醉，对你说声恭喜恭喜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嘟嘟，我是老马了。每次人家介绍他就一直笑我，然后他介绍我都没有笑他。没有，因为我的不好笑啊，你的好笑。我哪里会好笑？你的好笑我就笑了，就发自内心的笑，笑都不可以。我觉得不好笑，我觉得很正常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拍一个就是Q&A， 就是我们之间就夫妻的 Q&A。OK， 其实这个东西之前那无聊女孩子就拍这种了呗，因为这个东西之前蛮多人叫我们拍，可是他都没有一直拍，所以现在我有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所以 我不喜欢拍，你懂吗？因为很喜欢问问。台湾的东西比较复杂一点。OK， 所以就是可能对，我喜欢玩复杂的关系，简单的互动就我的频道处可以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题。先讲有惩罚先嘛，你每天跟我玩 Q&A 就爱玩惩罚了。没有惩罚的，我很 chill 的。OK， 上次惩罚我画到这样子，那个鼻孔。那个是 prank。哦 ，prank 哦，那个叫 prank， 那个叫逼人家做，那个不叫 prank。OK。OK， 所以我在 Story 已经收集了差不多10到15题。哇，这样多？不会多啊，有些人容易回答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题。所以第一题就是，你跟 Tomato 在一起几年了？几年？你懂吗？这个你回答。11年。哇，厉害耶！上次我回答错中话这样，你觉得这次我会忘记吗？我老喂。不错不错。对，11年。那你念第二题。有时候会不会不爽对方？会啦，哇，难呢。不过我跟你讲，都是他不爽我，都是他不爽我，我都没有不爽他。他爽不爽他就来不爽我。我去做工他就不爽了，我一出去他就讲劝你，我叫他一起去他又不要。没有到这样哎，我差不多了。我没有想去那里这样哎。如果是这样，有时候会不会不爽对方？一定会的嘛，这种是正常嘛。如果有人回答你讲不会啊，那些很爱对方那种是做是假的。Okay. 不要整天讲人家做可以吗？做你自己就好，整天讲人家么？我讲到人家呗。啊，人家。我讲人家吗？我讲人家的时候没有讲谁呀、啊？OK， 所以是正常的，一定会的嘛。有些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没有意见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去做工，他就算不爽啊。没有，他做工他的优点是很勤劳做工，可是他的缺点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 over， 然后他就会很少时间陪我，所以我就会不爽。我陪的时候你又不讲哈，然后我一没有陪到他就觉得你很少陪，然后我这样跟我一起出去他又不要，他就不要了，我要在家里，我要做我的东西。有些时候不是不要，有些时候他的时间呢，哇，半夜的那种2、3点、3、4点。Next， 等一下这些吵架给你看，可能会。OK， 他做过最让你感动的事，这个不可能我回答嘛。他，如果是你还没讲这些笑人家都没有不懂。如果我觉得感动，像我们在一起这样久啊，我承认了，我不用刻意去做那种，我直接承认可以啊，我不会做感动的事情啊。有啊，有一次，有一次是那个情人节那个啊，他有用心去弄。哇，什么？讲我讲，你忘记了没？还是那个不是你？哦，有我去订了一个餐厅，然后那边弄到美美这样，然后我就弄那种很多那种花，还有气球啊这样子哦，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坐在一个比较chill的地方，这样吃一个晚餐这样。对，所以那个是最唯一啊，我唯一做过一次啊，是啊，而且我自己做完，比较花心思是没？那个比较花心思，所以那个我觉得 OK。对OK。第四题。给我们看结婚照，我们拍过了的嘞，结婚照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啦。叮，这个结婚照嘞，我们拍了，是不是还没有拿的？还在那个相馆那边，因为那个时候拍了结婚照，原本要摆酒，然后就遇到我爸爸，中 cancer， 然后就一直弄我爸爸的东西，然后到现在我爸爸已经过世了，然后过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很多人有问了，这个我顺便回答了，怎么生 baby 呀、啊？然后还有就是结婚啊，你这边有 baby 的吗 ？baby 有，有啊，这些我直接一次过回答。明年我会装修这间屋子跟筹备我们的婚礼，因为明年就是最后一年，然后后年就是我们可以结婚了，因为我爸爸去世，我要守孝3年。
一部分也是风水师也是有建议，就是2022会比较好。嗯，所以我们会在2022年结婚呐、啊。所以明年是2021嘛，我们就是慢慢一整年很 chill 的筹备。然后我会，我终于要把这个老姑婆娶过门了。谢谢你、啊，不客气。OK， 下一题 ，MCO 的时候你跟龙妹都在家讲过，包住哦，包住在家两个人。包住哦，然后一起煮菜哦。其实没有啊，我整个 MCO 都在打王者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哦，就很无聊的在家。哎呀，你跟你们一样啊啦，你们讲我们就讲一样啊，我们也是人类吧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。OK， 第六题，朵妹都有暖男的意面吗？有啦，我肯定有，这个我可以肯定有。有啦，我肯定有，只是我的神经比较大条而已。我不会去 get 女生要的东西，我就是一个纯正18%的直男，100万。还是会有暖男的时候啊。有时候啦，我自己承认，浪漫啊，感动啊。刚开始要追的时候就很暖。哎呀，是这样吗？追到了，录到了就没有聊的吗？然后后来他就可能就比较从事业了，就是关心在事业那边会比较多一点。固定了吗？啊、不过还是有的啦，像昨天肚子痛啊，还帮我涂那个肚子这样，这个也是暖男的一面呢。不然他一直脸臭臭，给他涂一下就要去睡嘛，啊，不要靠背。OK， 来这个你回答。都是你的初恋吗？不是、欸、是我度。哦，度是你的初恋吗？不是。这样我是你第几轮？我忘记啊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前面的有点忘记了，大概是第四、第五个啊。第四啊，我记得你跟我讲到第四啊，这样可能我骗你的也不一定啊，可能我是第十也不一定，第十也 OK 啊。现在我没有去算这种，我就是出神经就对了。你几月几号一起第一次牵手，几月几号这些我从来都没有记得啊，生日我也没有什么去记了、啊、所以这种叫什么呢？就是蹦有一个称号，忘记有没有称号了。嗯，你后置才放出来了，现在等你想想到来天都亮。我承认这个，我承认了，这个没有的讲。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的，为生活添一点。有些时候我记得就记得咯，有时候这种东西灵感的嘛，突然间想到一下、啊、要做就做咯。有些时候就连记都记不到，你要讲平时一大堆东西要做了。生日他就记得啊，如果是讲我们的结婚那个纪念呢，他应该就不记得。不记得，全部都不记得。生日，我的生日。不记得。屁。我生日还记得，我懂。OK， 下一题，这个比较特别。夫妻的鬼故事没有啊，我们没有鬼故事。只是我每次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、哦、他每次跟我讲，哎呀，鬼都是假的，骗人的。他每次哦，就是很喜欢逞强装英雄。哎，我讲完话你才讲，你等一下可以讲。你看每次他都讲，啊对啊，啊我讲完话你要讲，你要讲你讲啊。我没有要逞强，我是讲说，如果是那种电影的，还是那种 video 里面的，看那种鬼当然是不会怕，在荧幕里面我们这样看都不会怕。这样你看过鬼吗？如果真正的鬼，我当然怕。这样你看过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怕懒的、啊。也是会怕的吗？没有看过鬼怕懒的、啊。不懂他会做什么鬼事吗？怕你的懒呢、啊？怕你的懒呢、啊？我这样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床睡觉，你不会怕妹，不有时候我们在这个，我看到讲真的，如果我看到我会看住他不要动，我要看是不是真的鬼啊。对，我爸爸跟我讲过，我们没有对不起人家，做么那个鬼要害我们。我爸爸跟我讲的东西是，人不怕鬼，怕穷嘛。如果我看到鬼，跟他拿四个号码买马票，就是这样。人不怕鬼，怕穷，还有怕生病啊，生病比较惨。人最恐怖啊，鬼哪里会恐怖？鬼最多站在那边看住你吧，人会害你的嘞，你懂吗？啊，我们平时睡在这边啊。我跟他讲，哎、欸，你看那边有一个人看到了，他就，我随便那样吓他，他就中了。还是会怕的吗？没有没有鬼故事。为什么没有拍走一群？啊，把卢卡拍完了，回来了。是很久没有拍啊，不过刚刚我们下午有拍一集啊。因为我拍影片哦，我不会故意一定要拍的。对。我有事情，有东西发生，有东西要交代。然后有一些东西值得做纪念的，我才会去拍。就算我一个月没有影片，可能我也不会拍了。就 MCO， 我是没有下过厨啊，我就去跟他一起煮一个饭啊，这样。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办法剪头发，他讲要帮我剪，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值得留恋的，我就留下来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也 OK， 就是因为我也不喜欢那样故意找 content 来拍，就觉得不舒服那感觉，所以就顺其自然会比较好一点。要舒服，对，要舒服讲嘛。
会介意老公跟女生亲密吗？这个你要问他吗？问我什么？问我啦，是问我们两个嘛？当然是会啦，白痴才不会咩？一定会的嘛，亲密一定会的嘛，正常的嘛。如果讲你的男朋友跟其他女孩子亲密，然后那个女朋友没有感觉的话，这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就是会，这个。我们都觉得豆腐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什么？睡觉的时候不会吵，睡觉他睡觉就，哎呦，我睡觉被吵也没有。哎，这个问题是问我吗？是问我们？是问我们？啊，问我们啊，他睡觉就最乖了，最乖就是睡觉，睡觉的时候最好，就喜欢他睡觉，比较好认他，最有魅力了。他睡觉的时候是最有魅力啊，他睡觉是这样，然后有时眼睛还关不完那种哦，没有，他关不完呢。不要讲假，以前应该是看我跳舞太强了。如果有一天你有小王，怎么都会怎么做？哦，这个是他是问我们两个，还有好像如果你有我有小王你会讲，然后你有小三我就会讲。我小三这样多，你应该问小四、小五、小六、小七、小八的时候他才会讲，对啊，对，应该不会讲了就讲了。我也是不会讲，分开哦。或那男的一定要给我打一轮。没有啦。我应该会直接剪掉，然后拿那个中的那种中辣椒，看看他打中辣辣。这个以前我们就讲过了，所以我的计划是。然后哦，那时候我讲，如果啊，那时候我讲，如果他有之前我们真的有讲过这个东西，他就讲他会拿那个中辣椒给我装了。我讲我拿那个棒球棍给他塞进去里面，那通通通通给他死。对，所以我们会这样子来应付我们这个问题。对对对，怎么都讲向你求婚，请看影片。So as long as I live and love you now。 第十四，哦，这个刚刚回答了，有没有在筹备婚礼啊？回答啊。还有第十五题也回答了，就是那个生 baby 的。所以今天的 Q&A， 哇 ，so fast。 对呀，我都讲不会太久吗？而且我们讲话应该可能不用剪了，是这样整个丢上去都可以。哇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夫妻的 Q&A 就到这边 ，OK。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看我们拍的话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，留言给我。你看还要笑啊？没事，我讲完。我觉得有点快，很容易耶。影片十三分钟，拍十三分钟这样哦。OK 啊，这样速战速决，懂吗？像我们这种 viewer 都是这样的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影片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一定要。留言、按赞、我不会你这种的嘞，我不会你这种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打开小铃铛，叮咚叮咚，叮咚叮咚。还有一定要 follow 我 IG， 我 IG 现在才4万，我4万还不到啊，给我上升多快一点。还有，不要问这样多问题啊，不要再拍这种什么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很要拍这个，只是借他来消费一下吧，就也不要简单拍啊，随便拍一个这样子吧。OK 咯，拜拜。拜拜。